，我是金妮，我是西西。相信每个女生呢，在变美的路上啊，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然后不知道如何化解。看我手上这个九宫格，我们已经把大家在保养的时候会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整理下来了。对。而且今天化身美妆特派员的我们，接下来就分别在台北的街头找路人帮他们解决问题，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蛮好的啊。那我们最先连成一线的人就获胜。连成一线，所以我们在帮大家化解疑难杂症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还要 PK 啊？来一个 PK 赛啊！天哪，也太刺激了吧！好 ，OK， 事不宜迟，我们的每人三项九宫格街头挑战 ，Let's go！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进行这个九宫格的街头挑战。我们是想要询问你哦，日常保养中啊，有没有比较在意哪一个部分的问题？应该是肤色不均吧。肤色不均哦，哦，有一点点泛红的感觉，真的是有一点点肤色不均的状况哦。我想到什么产品可以帮助它改善肤色不均的问题喽，就是这个 CC 的美白神器璀璨钻白浓缩精华。你看一下我们的手心。跟我们其他部位的肌肤比起来，手心是比较白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是因为掌心亮白现象。那这个现象呢是起源于，因为我们肌肤里面啊有一种蛋白叫做 DKK1 蛋白，这个蛋白呢可以抑制肌肤里面的黑色素生成。接着呢，他们从众多的植物中啊萃取出最接近 DKK1 蛋白的成分，浓缩在这瓶精华里面。如何？感觉如何？好像吸收的蛮快的耶。你看，这是刚刚我们擦过的部分，它现在这一块是透亮的，油内会散发出一种光泽。对，这个很厉害耶。所以你回去之后啊，持续使用14天，它可以有效的激活你的肌肤亮白哦。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挑战成功。哎，我看到那边有一组，好像有机会哦。打扰一下，我是 Vogue 的美妆特派员，我们现在在进行一个 PK 赛。这个吧，干燥粗糙吗？那我想先请问一下，你现在是素颜的状态吗？就是蛮淡的吧。看起来是就是微微的顶妆，不过看起来状态是很好的。但是因为干燥的话，皮肤看起来就不会那么透亮。如果是干燥肌的话，我可以推荐你兰蔻的极光水。这一瓶超极光活萃精露呢，它是酵素的复合精华，再加上天然的植萃精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很完美的油水比例，可以让皮肤很快速的补水锁水。而且你看里面这一根仙女棒，就让你在使用之前呢，可以像这样上下摇晃一下，它上面就会出现像这个泡泡，就是让你在使用化妆水的时候，皮肤会更好吸收、更好渗透，感觉蛮保湿的，而且很水润的感觉，吸收感觉蛮快的。哇，刚刚是35，现在测完是47耶，保湿度提升12耶，超高的，还不错吧？很不错。那我拯救到你吗？有。那可以给我一个好棒棒的章吗？可以耶、yeah, 开心。那也可以请隔壁的同学帮我选一个问题吗？我应该是暗沉蜡黄。天哪，你们两个选的差好远哦，这样我很难连成一线耶。不过没办法，我今天是美妆特派员，我就帮你们解决所有问题。就是它雅诗兰黛的极速光感焕白全能精华，其实这一支呢，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全效型美白精华，而且像你刚刚那样挤一滴，里面就有55颗的黄金橙萃取，它最主要呢就是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，然后可以帮你阻光褪黑。你看，你可以比一下两只手的差别，用起来这只手真的比较透亮，真的耶，白很多耶。那我有帮助到你吗？有耶、yeah, 太好了。小姐不好意思，我是 Vogue 的美人特务，你平常有没有什么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保养问题？怕晒黑晒老。怕晒黑晒老，这样产品一定会很适合你，它是肌肤的打光神器，来自迪奥的防护隔离霜。这瓶啊，它里面呢、啊、有运用高科技打造的光感变色粒子，所以啊，你可以在任何环境下、啊、都自动侦测补光。而且它的玫瑰香气啊，就像让你把玫瑰深深的插到皮肤里面一样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对，很好推。对，而且玫瑰很香。而且你现在整个人气色都变得超好的，就字体发光的感觉。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。那么我要朝下一关迈进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我应该是敏感肌，真的有一点。是最近戴口罩的关系，我看你这边都脱皮耶。就是因为口罩戴着，然后这边很闷的话，就没办法上妆。那敏感肌的话，是不是在挑选保养品的时候，你会有点难选？对，就是要比较酒精成分没这么高的，要轻肤质的。那我这边有一个神物，我觉得可以推荐给你，可是我先不跟你说什么，你先试用一下。你可以看它其实挤出来像是乳液的状态，可是你把它推开之后，它是非常清爽的。
好像有 SPA 的味道哎，然后蛮舒服的，好像还不错。其实呢，这瓶是 3 的平衡净白精华液，因为它是有95%以上的天然成分，连敏感肌都可以安心使用。而且呢，它除了可以呵护肌肤之外呢，像是有美白啊或是保湿的问题，它都可以一瓶搞定。那我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吗？有，谢谢。小姐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毛躁，然后比较干。所以它真的有头发保养上的困扰哎，那我来看一下你的头发哦。哦，发尾真的比较偏干一点，有一些小分叉啊。我这边有一样产品很适合你，就是这瓶资生堂的新之力莹润丝绒精露。它除了可以帮你修护这个受损的发质之外啊，你擦上去之后啊，它可以从你的发芯重建，然后锁住水分。你看是不是一擦上立即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看它才挤了两滴哦，它有这半边，给镜头看一下，就是顺，然后这边是原本的毛躁，非常明显的差异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个蛮厉害的。我现在剩最后一个了，我可以找一个怕晒黑或是像这个头发难整理，刚好是发廊哎，我去试试看哦。Hello，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是 Vogue 的美妆特派员，我现在在进行一个 PK 赛，我现在还缺一个头发难整理，我可以推荐你一个整发神器吗？这是 Panasonic 新上市的纳米水离子整发器，这支啊它是独创的纳米水离子科技，含水量是超过一般负离子的1000倍。让你在做造型的时候，它可以顺便帮你保湿或是保养，而且它还附3个头，不管你想要拉直、吹卷或是整理刘海都很方便，根本一支抵3支哎！我觉得现在真的柔顺很多，我觉得很棒哎！我跟你说，其实像一般女生啊，在做造型的时候会用电棒，可是因为温度太高都会伤发质，但像它这样子吹完，不仅可以做造型之外，连发丝都照顾到了，所以我应该有解决到你的发丝的问题。当然有，谢谢。耶，太好了，那你可以送我一个贴纸吗？耶、yeah, ！太好了，我完成了。好的，现在就是我们的成果发表时间喽。哎、欸，你成绩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还不错，很快。我跟你说，我超强的。来修卡，好呀，3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略胜一筹，我多一颗哎、欸。对，而且你只要这一颗，你就直接2条线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一条线，我1.5条哎、欸，好开心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但其实我们朱莉的问题都是不同的问题耶。对，我们蛮厉害的耶。对。那以后在路上让我们遇到，对，真的，我们很愿意帮你解决你所有的困扰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美妆特派员大成功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